原标题，这支红军队伍打仗，缴获了一堆废纸，放火烧了后，肠子都悔青了。龙岗之战胜利后，还活捉了张奎赞。这次胜利标志着红军历史上第一次全歼敌人一个师部和两个旅火夫、马夫都没跑掉一个的胜利，真是群情振奋，全军欢腾。就在进入龙岗后，很多战士看到有的房子里放着一些大坛子，有的战士笑着说，这国民党打仗也忘不了喝酒，把它给砸了吧。后来杨德志回忆这一段往事说，他当时闻着坛子里根本没有酒味，但也捞不出里面装的是什么，只是后来才知道坛子里装的是供无线电设备的硫酸，可惜有些让个别战士砸坏了。没有办法吧，因为当时的知识面广的战士太少了，也包括杨德志自己在内。杨德志回忆这一段往事时候也很感叹，部队从谭道源的军需处看到了一些堆积如山还比较新的废纸，有些同志觉得占地面积太大，堆着艾草如是就放火烧了不少。后来据俘虏说，这是谭道源扣下的全师三个月的军饷，当那些烧了军饷的战士听到后，肠子都悔青了。后来杨德志回忆说，这要是没有烧，足够给每一位战士换上一件新衣裳，吃上一顿饱饭呢。没办法，战士们也都是在战斗中不断学习，不断的增长见识，不断的成长。不过当时还是有些比较聪明的战士偷偷的拿了一叠，因为这个战士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，知道这是国民党的票子，只是红军的战士们不知道。他偷偷拿了一叠之后买烟买糖吃了，被杨德志发现了。杨德志当时还莫名其妙地问，你那里来的钱买东西呢？这位战士当时就觉得杨德志问得很奇怪，他说，消灭谭道源的时候，那么多票子都让你们烧了，我这是随便捡了些存起来的，这票子和钢粮一样值钱呢。杨德志才恍然大悟，说，原来闹了半天你吃的是谭道源呀。他也笑着说，怎么是吃的谭道源呢？这是反围剿的胜利品。后来杨德志回忆这些往事，都感觉红军当时也很可爱。没办法，当时毕竟大家都知识面太窄，而且大多数都是穷苦人民出身的，哪个见到过国民党的票子，所以说不知者无罪。像这样的事情还发生了很多例呢，有些红军没见过火车，第一次见到都纷纷喊叫怪物来了，第一次看见飞机不也吓得要命，这鸟太大了，还飞那么高，还能放烟雾弹，厉害了。本文章参考资料杨德志回忆录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